一所许多年以后，生我的时候，不好意思啊。美美的，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哦。好，谢谢。时间过得太快，不会再重来。我要鼓掌。而我渐渐明白，爱需要关怀。其实我也害怕被你伤害，经常对这点事记忆发呆。可我依然相信我们的未来。也许你会明白我给你的爱，永远不会放手，也不会离开。不管今后的路有多苦，我也会让你感觉到幸福。你就是我这一生的赌注。如果我们经过许多年以后，你是否还爱我？是否还会依偎在我怀中，叫我一声老公？直到我们剩下最后一口气，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说过下辈子再爱我一次？许多年以后，说许多年以后还能像这样一样吗？我们牵着手吗？好了，拍好了。来，好，别过来。啊？来，就这样，别动啊。不要。放松，对。也许你会明白我给你的爱，永远不会放手，也不会离开。不会唱。不管今后的路有多苦，我也会让你感觉到幸福。你就是我这一生的赌注。经过许多年以后，你是否还爱我？是否还会依偎在我怀中，叫我一声老公？转过来一点点。直到我们剩下最后一口气，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说过下辈子再爱我一次？来，何瑞，靠过来一点，接个图。许多年以后，还能像这样吗？来，来合一下。耶、yeah, ，你看这个礼物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耶、yeah! ！这个礼物好看不？来，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不动了啊！来，再来一个，兄弟们。呀、yeah! ，是不是特别可爱？好可爱是吧？是不是特别开心？是啊。直到我们剩下最后一口气，你是否还爱我？好听。曾经说过下辈子。亲爱的，再爱我一次。好。这个纹身是真的吗？假的。嗯，我哪敢纹真的呀。哎，别动，就配合、啊、不要不要，讨厌。嗯，损色还是嗯秀儿，就来兄弟们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已经聊得很开心了啊。那
们先停一下啊，先停一下啊。然后那个什么，咱们帮忙那什么，帮忙打打卡点点心啊。第一次看小马直播的，咱们记得把直播室通知都勾一勾。手机用户点击左上角的橙色的桃心，电脑用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，点关注不迷路啊。兄弟们，我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六。